千万不要让他们从这边遇上问题。惨了，这边好像是在说你耶。我只是做错一件事情，就变成鬼一直缠着我。如果你想要找人讲讲话的话，谢谢你在我全身湿透的时候把我撑伞。安琪姐，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，您没发现也没有关系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幸福房屋事件簿。